南投县第一选区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要竞选连任，初三伫玻璃顶成立竞选总部。南投县长柯淑华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谢良介，以及几来名乡镇长甲县议员出席收听。柯淑华呼吁乡亲支持优秀的立委马文君，让国民党伫立法院是出过半，重新执政，实现清廉政府。立法委员马文君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马文君在基队竞选团队的陪同下进入会场，支持者高话当选。所以讲呢，拜托大家吼，等于吼，我嘛干嘛就讲，如果呢，你若有泄密啦，吼，啊你嘛犯法就对啦，我袂甲你骗。好好人呢，民进党都有查个，不管你伫遐关，莫讲吼，你犯法，你今日要徛伫遮，你若有犯法，你只要你看清楚啦。我来来正义。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就是马文君爱去伸张正义，我来甲收听，拜托大家，正月十三，唔通让文君啊孤单，用你的选票来甲马文君作伴，感谢你。为了要祝福参选人高票当选，大会安排收听的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、披挂蔡大、邱正吉、南投县长柯淑华、前县长林明进。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谢良介等人，赠送好彩头往来，当选等吉祥物。像咱马文君，为了国王的预算，为了国建国造，监督真严，结果去到某些讲什么机密外泄，哦，机密外漏，啊，这个侮辱，刚才吼，出一个赵天麟哦，来给洗个清白。咱的乡亲嘞，咱公司目睭吼拢有伫看，啥物人才是真真正正为咱地方拍拼的候选人。所以讲，即届吼，我出嚟伫听，大家对着咱的马文君除了唔敢意外，嘛同时表达着一定的用选票来支持咱南投县上好的立法委员。前任甲现任的南投县长，拢恳求乡亲支持在地好人才。立委马文君竞选连任，伊嘛恳求乡亲给一个机会。咱这乡亲是大啊，哈尼踊跃来参加，啊是文君真大的助力，啊嘛是予我感觉啊一路行来拢袂感觉孤单，因为虽然面对哈尼大的冲击吼，啊搁哈尼大哈尼侪抹黑，啊我相信啊乡亲拢相信文君未来也是爱伫立法院啊坚持做对的代志，啊嘛希望会使替咱人民发声，啊替地方做搁较侪服务，争取搁较侪福利。伊再次呼吁乡亲，总统支持好康配。立委支持马文君，政党票支持中国国民党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